三角龙。我操！蓝雷龙啊！这个牛逼啊！这个，猪啊猪，老子无敌了。你能收到吗？能收到。我操，这个牛逼！我操，我吃树。哪个把你们树就是哪棵树把你们卡住了？喊我啊！把他树给他吃了。我的天，好大！我一吃就整棵树啊！一吃就整棵树。你们能听到吗？能听到我叫声吗？不知道，你再吼一下。好了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你是不是掉组了？掉组了，你掉组了哎，什么键扫尾啊？左键、右键还有什么键来着？还有个什么键？扫尾，扫尾，扫尾。这游戏就是每个玩家扮演一只恐龙，可以不断的进化，进化，不断的进化。然后在期间你不能死，就是恐龙的这个恐龙世界嘛，侏罗纪世界。这个是食草龙的救济进化体，最强的。咱们食肉龙能跟食草龙组队吗？不行不行吧，食肉龙跟食草龙。食肉跟食草不行。要么就全食草，要么全食肉龙，要么全食草龙。行吗？就这样子。那个。全食肉不太可能啊。因为你拉上我。我在一个沼泽啊，我在一个沼泽，谢谢初心送六六么吧。这个很强但追不到人。这只能打反手这个。就是说这一脚可以踏死任何龙。如果是霸王龙啊，南方巨龙兽啊，一脚死。我们要不要换一头啊？这个太慢了，我不喜欢太慢的。虽然这个很牛逼啊，这个去杀人的话，这个肯定是无敌的，杀人肯定是无敌的，而血超级厚。一个这个龙可以干个这个大概五到十只霸王龙，五到十只霸王龙不一定打得过这一只。换镰刀龙吧。镰刀吧，霸王龙垃圾，霸王龙不行的，垃圾，我们换个镰刀。